不行，想上个厕所怎么办？上个厕所。全军出击！玩个鼻炎，这把鼻炎确实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这把这鼻炎确实不好，我以为这瞒着上单呢，给我整个杰斯，贼讨厌厌。他远程英雄。我们顶着头皮上去吃兵，升了，我也升了，你点吧。啊，别，哎呀，哎呀，还真就打不过我，小伙子。他这个一手推兵线可是比较烦人呐。你想回蓝啊？好了，干一架。嗯，短儿，你给我死！不行啊，那瞒着满血呀、啊。我好想把这波馅儿吃了，怎么办呢？吃了吧，不吃白不吃啊！哎呦我操！嗯，哎，哎呀呀呀！不行，打不过兄弟。他要出把长剑的话，刚才他死了。他出多兰剑，俺俩干不过。行吧，我们没死就行了，他也死就死了吧。我这没办法呀，尽力了。我要再上，他把我也给杀了，俺们两人双杀，直接游戏结束，爆炸。杰斯这玩意儿可克我了，我唯一一个近身技能，他一个抡就把我抡飞了，哎，真烦人呢。兄弟们，一会儿我们早点下播，晚上八点也还有活动，行不行？
晚上八点再来。啊！不行啊，不行也没办法，我也不是说问，问你们。我有大。我只是跟你们报备一下。哎呦我操！换了他！妈了个巴子的，换了他！换了他，兄弟，漂亮！这不给他换了，太狂妄了，太狂妄了！好兄弟，必须得把他给换了这。一个皮鞋，俩布甲，加上一个小药瓶，出门。Rampage. 让兄弟扛他，细节，他自己非得扛的。本来我都上去要扛了，你们没看吗？人家一个抡给我抡飞了。这波要我扛啊，他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死。中路还可以啊，这把好像要躺赢啊。不行，我这高地今天我得玩把王吧，我得上高地。冲什么？拜拜喽！打我等于打自己。哎呀，瞒着来了，快跑啊！哎呀，闪现挡我轱辘，碰瓷儿啊！那瞒着有大，哎呀，杀不了这瞒着。先来个皮鞋。什么活动？谁是卧底？晚上谁让你们猜谁是卧底？小驴人，小驴人，完了，小驴人好像要没了。太狂妄了你！算了。别让我给你逮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杰斯这玩意儿真克我。你怎么的还不走啊？啊？还不走？还不走？还不走？我用我的龟顶死你！你要干啥呀？嗯，你不会以为你能跑得了吧？不会吧？啊，不会吧？关二爷，你个老关公！
我们撤。看看有没有红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辅助吧？啊，这是辅助。别追了，你有皮孩吗？你就追。这塞拉斯血太少了，我就不让他上了，他上去他又死了。蓝莓是不坏了，哎，一般蓝莓储存时间是几天？哎呦，我给我酸的！要小心！哎。把你蓝打没，你都不一定能打得死我，真不是我吹兄弟。这有个红，咱去不去？瞒着人呢，你也断兵线啊？我清你家野。可以。快点来，给我拦住他！死的有点快呀，这。好兄弟，陪我吃塔皮。你们看着天上飞过去那钱没有？峡谷先锋是谁的呢？谁就一定能吃到这个钱？所以以后不要老再说这个，这钱没吃到啦，啥啥啥，不会吃不到的，放心。给我干他好兄弟，你怼他呀，对你怼他，假装走了其实不严。哎，来吧，要万豪，快走快走，点燃我了，小法师干啥来了？救不了你了啊，他不能去了，回家了的。这再不走，这就得全死，这就得全死。后边还来个进，就更走不了了。我来搬搬他，发小法师啊，不行啊，别这样，快神快来，快神杀一个炸，这小法师逮我太疼了，不，这小法师还像个人吗？他裸振奋呢，我这咋这么多血呢？上集的续集，续集，
王八与潘森续。跟队友打团吧，这不行了，这一个人扛不住，他们家的阵容还没到我们能上高地的这个地步，而且呢进吧打我可慢了，快跑兄弟，我们不能再多一个续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哎呦我的小炮，好兄弟躲我后边，躲我后边，哦，哎，如你所言，可以。小驴人，我马上到。杀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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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进 A 我 AD 太慢了，我这反不掉多少血你知道吧，哎我这双 buff， 这波漂亮啊，进其实有点克王吧，我发现他 AD 太慢了，瞒着这种英雄吧就非常的好了，他打你打的多反的就多，打个红，我怎么感觉这劲要过来了呢，我们先留点技能啊，我感觉他要来了呀，他没来，他去下路了呀，满大哥咋又来了呢，致命点呀，死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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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了，你也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你，俺俩搁这打啥呀，来点魔抗，好兄弟自己打个红吧，红咱就不要了，我来了这波慢点上啊，慢点上慢点上，可以上，我来了，可以干了，我的兄弟，好，让他们打我没事，打我，只要小炮不死就行，耶，哎，老弟，没事，不行咱就杀这那个万豪，哇，好多闪现，小法师，小法师漂亮，杰斯没死啊，那能行吗？嗯，哎呀，又给我抡了。这个棒球可挺烦人呐，
抡我一下加了100多滴血，快点 A 了呀，这快跑快跑快跑，这不行了，兄弟，这打不打？他好像有那个蓄意轰拳啊，不能打了吧？真歪呀！我再吃一波兵。你别跑了，俺俩干一架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这看弹幕呢。哎，打死一个还能，快跑！给我把 Q 死了。这波的弹幕挺坏事啊。嗯。小炮装备不错，下一件科技枪，科技枪下一件，韩大哥怎么来这儿打鸡了呢？这是你打的东西吗？太惨了。我要写个惨字。来，这波可以上，我们就杀着进啊。哎呀，致命减盐。我们去吸点血，我帮你们给他嘲讽过来，他就100块钱。好杀不好杀，走，下把这高低得来把王吧。